是孩子比较少的，他就特别担心，他感觉也不是。我们有超过40个办事处，被破坏，有一些办事处呢是被破坏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所以破坏的次数虽然是40个办事处，但是超过100次。何俊尧议员是我们的同事，对，他在早上做宣传的时候呢，被人用刀去刺伤，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暴力，也是一个可能是夺命的一个刺伤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强烈的谴责，也是呢感到非常非常的愤怒。